好，可以了，这样就每天一天到晚。坐着。把绳子都给他，给他绞成一团。绞得太深了。乖了，坨坨，乖，这里给你解绳子啊。太紧了，来。乖，坨坨。 弄点儿秤砣噻，回去炒哇。你看这个好像也不止吃下尖尖嘛，这个尖尖有太多了，我们吃都吃不完。哦哟，好，没得事，那我把尖尖掐了，然后赶赶到那儿这过了个猪儿嘛。啊，这个只能够喂猪，没法的。再整点毛豆回去吃哇。那吃个豆子。直接扯嘛，都包了咯。全部包了你就扯。嗯，哎去，哎去，好。我们都单身回来，可以改天我们再偷个豆花儿。 这个豆花儿老了是晓得噻，你硬是笨得很。嫩豆子都可以啊。嫩豆子就不会啦，嫩豆子不是豆子啊。哦，我看别个做豆腐都是老黄豆老了来做的嘛。其实我们这个院子啊，为这个狗是放开喂是最好的，但是呢，它现在不是很听话，是吧，多多？你要听话一点，我就把你放开，这个院子里面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我怕到时候差点想成都去跟袁小妈他们吃。可以，这个自己种的菜就是安逸。 够了，我觉得先剥了看，不够再来。今天晚上就吃素，就吃素啊，减肥的嘛。炒个甜的菜。嗯。整个豆子就够了。可以。这种狗它就是看起凶喜味儿，它一般不乱个，晓得不？对呀，它一般不乱个人，晓得不？嗯。哦，这点豆子剥出来扒一盆装不到哦。剥了就晓得了。你看嘛，这豆子都饱满啊。还可以。好像是炒毛豆呢，还是吃凉拌毛豆？都可以啊。因为你只会炒，那就炒嘛。你凉拌也不得吗？ 你凉拌也不得吗？凉拌也还是可以，就是嘛。在农村头就是有吃不完的菜呀，随便整起都是那么多。要勤快才有吃不完的菜。那就是我懒嘛。没做过农活的人跟你无法沟通。哦，但我还是会剥豆子嘛。哎，你看剥豆子那么难。我们两个不要讨论做农活的事情。 只要讨论做农活事情，我们两个我们两个绝对不对付。你跟我说以后老了几十年之后，我们回来栽种地，我就说我绝对不相信你几十年之后会种地。你要相信我噻。不相信你，不相信。我不种嘛，街上也卖的啦。对了，那跟你有啥子关系？卖也倒不嘛。卖得上，我去，我二天我去带孙儿去。好，剥了满满的一大碗，来媳妇儿，这些交给你喽。我弄得不好吃。 简单点儿，凉拌素菜。今天吃稀饭，今天吃红烧稀饭。像这个天气热的话，用素菜配稀饭还算可以。你过桥头呢噻？啊，我要腌过天才炒的菜哈。哦，我说你咋么过了那么久？你要是今天晚上没得肉的哦。哎，也没得下酒菜的，那个你那个火腿你自己拿刀去割哈。哈哈哈哈哈。 那里花生呢？就是花生噻。哎，有花生也有，要求啊。都只是下酒菜，嗯，也还行吧，也还行啊，要求。你看我的手艺进步没有？他这样的厨艺进步非常的迅速啊。
现在这样的炒菜味道越来越好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再变我，再变我的话，你就只有这种饭了。再变好吃啊？你说吧，是吧？嗯，确实我觉得还可以。那对的噻，没说假话噻。好吃还不能够表扬你吧？那当然，山东的菜为啥子不好吃？很久没进厨房了，没找到感觉。这两天天天在做饭，找到感觉了。不是，调料不够，晓得不？今天调料够了，有感觉了，晓得不？调料看，水给的添完，赶紧添上点来吧。啊，弄的菜弄得好不好吃？要说了算哈。当外人看都不好，好吃，好吃。是不是没得外人的，好不好吃都不关事的，该说。啊。